还差300，怎么办呀？来，你来来来，你看什么看？哪里不服？姐姐们渴了，你做东，请姐姐们喝饮料，如何呀？我没钱。他说他没钱，那我们要是在这里找到了钱，也就不属于他了。哎，那墙有书包。乖乖把钱拿出来，衣服发了。住手！班有同学，放了他。你哪根葱啊？他摸个小白脸儿。哟，脚踏两只船呢。你要不想惹麻烦的话，就赶紧走。我今儿给孟非个面子，以后小心点儿。谢谢你。应该。原来你打架这么厉害啊。没有，其实刚才我也挺害怕的，我呢都是跟电视上学的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会调到我们学校？我爸妈的工作调动，我也没办法。哦，这样。那你每周都会来补习班吗？基本上是，因为我刚到这里，希望能跟上大家的节奏。你这是要把节奏拉开。刚出的榜我看了，都考第二了，怎么考的？